在这天晚上能够看到亲戚朋友聚集在这里一起见面。我刚才坐那边的时候，听到阿姨讲一句话，她说：“那我来哈，有点后悔。”对对，我承认，我承认。今天我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亲戚朋友，我才知道啊，好多好多，我们都好久没有见面，好久没有见到阿古了。他还那么的年轻，满脸的笑容，对吧？阿古跟阿姐都那么的年轻，还有阿姨还是那么的，还有五朵花，哇，真的是很漂亮。还看到我呢，我的大哥罗潘跟他一家人，哇，还看到阿华，他有孩子这么大了，如果今天不见面的话呢，我在外面我不认得他们。好，真的很感恩。我们在这里呢，我就代表我妈妈，再跟大家说声万分的谢意，来出席我妈妈今天的92岁的大寿。我心中非常的感谢上主，赐给我妈妈92岁这大把的年纪，还是那么的健康，还是跟我们在一起。我相信，好久的一生中，我们做孩子们的，都向我们自己妈妈说声感恩感谢啊！我真的感谢妈妈，她在那么多年里面，一直照顾着我们，看护着我们。我记得我在痛苦的时候，她告诉我：“孩子，来到我的怀抱。”那么今天晚上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见面，真的是感恩。好，我在这时就代表大家向我妈妈祝贺：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福华绵绵，延年益寿。圣经的一句话啊，我在这里是用圣经里面的几句话祝福我们的母亲啊。等一下哈，如果在座的是Christian 的话，你们不介意的话，伸出你们的手啊，跟我妈妈做一个祝福。妈妈，你不用拿起来说，但是要做的祝福。当天这个祷文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祝福的两位妈妈。母亲，愿上主祝福您，保护您，愿上主的慈眼光照您，仁慈待您，愿上主转面垂顾您，赐您平安。亲爱的母亲，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祝福大家。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